停机会事件余波未了，这一集传媒春秋会跟进今日立法会的讨论，又看看一份新的大屿山地区报，仲会剖析停刊30年的中国学生周报为什么会重现网上，以及介绍电影吴仲贤的故事，重现这位70年代社运人物的传奇。欢迎收睇传媒春秋，毛万正啊！今日有好多新闻焦点吓，嗱，有风波未平嘅平机会风波啦，有鳄鱼先生大显神通啦，仲有大学生霸货旋风啊！如果你系编辑，你会点样排位呢？一般嚟讲就视乎新闻嘅重要性啦，但系点样分轻重呢？真系各施各法嘅，有啲就比较讲究即食嘅趣味，有啲就讲究社会意义，咁亦都有啲咧就倾向追住某啲人物，咁总之就各取所需。咁讲翻今日咧，立法会调查平机会事件嘅特别会议咧，除咗王建秋之外，所有其他主角都出齐啦。嗱，焦点咧就由调查余仲贤被炒咧，转向胡鸿玉、乌维容同埋何志平身上。咁嘉欣咧，呢一期嘅《东周刊》咧就有一篇报道，话民政事务局嘅官员同埋平机会个别委员咧，就草拟过一份声讨胡鸿玉在任时失误嘅声明，又惹起波澜咯。立法会今日讨论平机会事件，焦点围绕传媒日前报道话，有平机会委员曾经草拟六大指控，批评前主席胡鸿玉处事手法不当，并准备在王建秋宣布辞职的时候一并公开。胡鸿玉在会议一开始就反击话报道不符事实，矛头仲指翻向政府。文章咧讲明是一个抹黑的行动。咁政府官員同埋幾位委員咧，都係被點名為參與歧視嘅人。雖然政府係否認咗草擬呢份抹黑嘅文件，但文章咧係清楚指明政府參與呢個抹黑嘅策劃。政府嘅責任咧係維護平機會嘅聲望，唔係默許或者係共謀一個掩蔽嘅抹黑行動。政府有冇参与事件成为咗讨论嘅焦点，局长何志平就否认约见王建秋嘅时候有份草拟相关嘅指控。佢一位朋友开始同佢讨论一个辞职声明嘅内容，咁我觉得嗰阵时候咧，我唔应该在场嘅，所以就离开咗现场一段时候。到我翻去现场嘅时候咧，佢哋嘅讨论已经到咗尾声，我完全冇参与呢一个嘅辭職聲明嘅內容，或者係默許抹黑任何人嘅行動。咩叫草擬呢？需要經過咩程序呢？咩叫六宗罪呢？咁 OK。事實上，我只係揾一啲報刊經常咁多年嚟所報導一啲坊間傳聞，有關平機會內部運作嘅出現嘅問題，求證於皇冠。局長，你就真係水洗都唔清，冇人能夠相信你喺嗰個會議當中或者私人聚會當中，最重要嗰啲所謂草擬聲明咧，你突然間就可以離開。究竟你知幾多？你可唔可以今日做個清楚全面嘅交代？幾多宗罪啊？嗰啲嘢，我係冇睇過呢幾宗罪。當時我喺個會嗰度，亦唔知道係幾多宗乜嘢罪。你今日会唔会好公开咁话呢啲指责系冇根据嘅？你会唔会还前任主席一个公道？对今日嚟讲，呢啲指责我都系睇唔到有进一步嘅证实，证明到呢啲指责系真定系假嘅。睇翻今次平机会嘅风波搞到咁大件事，部分系因为扯到王建秋个人嘅诚信。佢曾经向明报表示收过4张机票之后，就引发更大嘅风波。而喺王建秋请辞之前，佢嘅女王咏如喺10月31号发表嘅声明中，直指明报嘅记者同王建秋嘅对话只属闲谈，而并非正式嘅访问。对于呢一项指责，明报随即喺第二日嘅报章反驳，将记者当日同王建秋的部分谈话内容刊登出来。他们更披露王建秋传真了一份机密资料给记者作为作证，他们这样做变相公开了消息来源。我们觉得在一个迫于无奈的情况底下，我们将一个消息来源公布是可以接受的。当这个消息来源本身他已经是将他和记者之间的一个保密协议是破坏在先。大家本来有的保密协议既然已经破坏了，
咁仲点谈得上要去保护消息来源呢一回事呢？而明报嘅主笔刘俊涛喺11月8号以特稿重申，今次咁做系一次自卫还击。对于黄咏如嘅指控，佢哋认为系不尽不实，仲践踏咗新闻工作嘅公信力。我哋要令公众知道，我哋报道嘅嘢系准确反映咗被访问者讲嘅嘢。咁所以喺咁嘅做法底下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去维护我哋呢一行公信力最好嘅方法。对于明报公开消息来源，记者协会认为他们这样做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声誉。我觉得今次的事件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不单止对明报的记者，对明报本身，甚至对我们整个新闻同业，以后你叫哪个官员敢透露秘密消息给你呢？我想这件事的伤害是最大的，就是对我们的公信力造成非常大的负面打击。谭志强又认为，作为记者最重要的守则是要保护消息来源，这个是被访者和媒介之间的一个信任。如果破坏了这个互信的基础，传媒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挑战，甚至在日后传媒要做到监察的角色就难上加难。而传媒学者对事件就有这样的总结。新闻传播媒介的公信力其实视乎你能不能够很严谨地去保护保障你消息来源的身份。所以在这次来讲，我觉得即是明报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老实讲，清者自清，白者自白。现在看报纸呢，杨一晒，同一个故事呢，角度和资料都可以挺不同的。咁就睇下究竟边一个放料俾边一张报纸，就决定咗个读者睇到个眼仔边一边啦。啊，有冇啲反璞归真，净系俾资讯嘅报纸嘅呢？咁纯真嘅要求啊，地区报就有啦。上星期，一份免费派发嘅地区报章《大鱼报》正式面世。创办人何来一度系失业人士。为了办报，他向朋友借钱，由筹备到现在一共使了60,000元。威台这两三个月都未咨询，我自己都未咨询，没人咨询的。我们那个 investment 呢，就是我自己本身独资的，我是跟朋友借了个窿去资，他们都 understand 到这个是要做的事情，他们都挺大胆。事实上，整个计划都很大胆。舞蹈员出身的何来，除了没有足够的资金，亦完全没有做报纸的经验，有的只是一份憧憬和对大屿山的感情。在大屿山住了10年，何来发觉不少人对这个地方有误解。未来大屿山之前就觉得大屿山是一个乡下地方，真的很乡下地方的，但是就住落之后就觉得大屿山是很外国的地方。那种乡下的感觉依然在这里，但是就比我想象中是文明很多的。他很想告诉人知，大屿山除了机场、大佛和未落成的迪士尼，其实还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就算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个餐厅，这些地方，我们的海滩啊、阳光啊，即是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将个旅客要摆他去个 tour， 然后 send 他去大佛。他希望借助办报加深外界对大屿山的认识。而家佢请咗两个兼职编辑、两个兼职记者，专门负责捐窿捐罅、发掘题材。好似《创刊号》报道嘅梅窝迷你太空馆同贝澳水牛问题，就系地区特有而又鲜为人知嘅。除此之外，创办《大鱼报》另一个目的系俾当地居民一个表达声音嘅原地。希望 encourage 到多啲，譬如大屿山自己其实本身有好多人中意写嘢，或者中意有感受要讲嘢嘅人咧，佢哋自己会即系呢个 initiation 咧，有呢个咁嘅 submission 俾佢。除咗服务本地人，大屿报嘅对象仲包括住喺呢度嘅外国人。何来希望透过报章嘅英文版，令外籍居民一样可以接收当地资讯，同发表对区内嘅意见。目前《大鱼报》以月刊形式制作，第一期印了5000份，在大屿山多个地点派发。虽然四页纸的内容大部分是投稿和帮人宣传，不过居民初步反应不错。真人多啲认识大屿山咯，介绍多啲即系地方啊，或者宵夜食之类嗰啲啊，吸引嗰啲出边啲人嚟咯。Because I think Lantau is a lovely island and it has a lot to offer, and tourists who come to Hong Kong don't know about it, and I think the paper could bring that to people. 不过始终资金系佢哋嘅最大隐忧，
而家报纸嘅唯一财政来源系广告，暂时收入唔理想，但系何来有信心一年之后可以收支平衡？至于目前起步阶段，佢话最紧要仲系得到居民嘅认同。他哋自己習慣了呢份報紙係有一個 channel 係佢哋，即係哦，我知道邊個會講嘢，或者係幾時會有啲邊一個社區中心，佢哋有啲咩資訊，我去攞呢份報紙就會知道喎。咁佢即係融入咗佢哋嘅生活先。翻翻嚟傳媒春秋毛孟靜啊，我哋一齊翻去70年代啊！吴仲贤呢个名字对你有咩意义啊？咁代表当年嘅前卫文化，佢同莫超瑜咧一齐办咗呢一份70年代双周刊。咁当时我系中学生咧，就想去人哋报社识得佢哋。吴仲贤喺94年过身，咁佢当年社会运动嘅旧战友咧，将佢生平嘅著作结集出版咗呢本《大志未竟》。咁而家呢个传奇咧，被归结为一部电影。啊！原来系吴兴、吴仲贤啊！吴仲贤兄，有请啊！好想透过剧去怀念佢，讲佢一生。吴仲贤的故事是一部记录政治运动家吴仲贤生平的电影，改编自他的旧战友莫超瑜在1997年公映过的独幕剧。想到就是1997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刻，就觉得很需要就是吴仲贤他怎样争取自由，怎样争取民主，那个一生呢 是透过舞台剧去讲出来咯。而實際上我們看回起，就是說是 有一個警世的作用。在火紅的70年代，吳仲賢和莫超瑜等人創辦了70年代雙周刊，凝聚了一班充滿理想的年輕人，他們直闖街頭，表達對港英政府殖民地政策的不滿，例如發動遊行集會，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運動，反貪污，以至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保釣運動。在當年保守的社會，吴仲贤等人的行为已经被视为非常激进。好一个吴仲贤，那一日他和20个人被警方捉了去殖民地政府以这个公安条例起诉他们，说他们非法集会。后来吴仲贤成立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简称革马盟，积极参与香港的公运和社会运动，以反贫穷、反腐败、反剥削、反加价为行动宗旨。吴仲贤毕生追求他的理想，直到94年患癌症逝世为止。导演许鞍华后来将吴仲贤的故事这个动幕剧截录了部分放在电影《千言万语》里面，不过另一位导演陈耀成就认为仍然值得将它拍成一部电影。这个剧作里面呢，我見到一頁咧，就是香港嘅社會鬥爭史，可以講係仍然係值得俾人全部咁去睇一次。喺陳耀成嘅電影入邊，除咗莫超瑜演出嘅獨幕劇之外，仲交代咗吳仲賢一生嘅經歷。觀眾仲可以睇到當時同佢一齊嘅戰友，好似導演吳宇森就係其中一位。電影仲穿插咗當時好多民間所拍嘅珍貴社會運動紀錄片，令觀眾同時了解到过去30年官方版本以外的香港社运发展史。在70年代，香港的社会的气候是完全未能够接受这种运动的方式，即群众是有抗拒，而这个政府也都用很多的手法去到镇压。通过吴俊体验是一个不停的斗争，即你看到就是提醒我们社会当时的我们叫做一个，即其实一个并不是一个很安稳的好動盪性嘅個狀況，咁嘅動盪性狀況裏邊係一種理想主義嘅我哋叫做力量喺度貫穿落去嘅。我哋某個提供一個對照位，即係睇翻我哋而家咧，其實如何走過來的，其實可以有好多個講法。導演陳耀成一向以嚟拍嘅電影都緊扣當時嘅社會及政治環境，好似91年嘅《浮世戀曲》就反映香港嘅船民問題。
和六四所触发的移民潮，而錯愛就试图探讨海外华人的社会生活。而最新的吴仲贤的故事今年年初在电影节上映过，今次重映陈耀成说意义更加大。当时我都未觉得吴仲贤这个故事呢对于今天的香港有这么大的关系，咁係直至到係七一遊行發生嘅時候，我係好感覺到即係好似阿吳仲賢嘅運係歸來咁樣，係終於七十年代佢所爭取嘅民主同埋自由呢啲咁基本嘅人權嘅爭取咧，喺七一之後咧係成為香港人大部分人所接受嘅，呢個已經係一個主流社會嘅要求。吳仲賢嘅思想言行曾經觸動過一代嘅香港學生。到今日仍然是社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但是他在真实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占过任何实质的政治位置，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对社会公义的渴求和理想。在后七一的今日再回顾吴仲贤的故事，大家对他所坚持的理想相信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我们再在时光隧道行远一点，去到五六十年代香港年轻人的浪漫。当年有一份办了二十几年的中国学生周报《毛孟静》，你都有投稿。我的中学年代就已经去到七十年代了，我是周报很后期的间歇的一个小作者来的，但是稿登了出来真的很荣耀。这份周报确实培养过不少本地的文化人，今天在网上复活可以重温。由1952年创刊直至1974年停刊的《中国学生周报》是当时一份很重要的青年人刊物，可以说是陪伴了几代香港青年成长。今年7月，中文大学图书馆将这份停了30年的刊物上网，唤醒一些美好的回忆。图书馆就希望就将这些好的文章和非常好的文章就重现于世，咁鼓励咧现时嘅青年人咧去阅读啊。咁另外一个目的咧就希望咧可唔可以催生到另外一份新嘅《中国学生周报》。《中国学生周报》当年系由一班为咗逃避大陆共产政权来港嘅知识分子创办，因此对文化事业别有一番抱负。希望能够啲社會能夠對中國文化要有閱讀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咁然後咧就係民主政治啊，呢個公平經濟，咁啊呢幾方面咧就希望能夠係推廣一個自由文化咯。五十年代嘅香港社會落後，生活艱難，年輕人缺乏娛樂，呢一份刊物內容豐富，介紹文藝、哲學、科學等等嘅知識。又提供各种兴趣小组，结合年轻人的需要，更加有教化的作用。他不单止好像一个好老师这样，不是这种老师口吻来教，而是比较平等，好像同伴啊，或者好像朋友、好朋友这样，一个益友这样，经常将一些有趣的新知的东西跟你倾，令你感动。罗卡最深电影在周报八年做过记者，又做过编辑。主政期间将法国新浪潮电影介绍给香港观众，又以专题形式和作者读者一起探讨艺术性电影。这些新鲜的做法不单止吸引年轻观众，更加培育了一班年轻的影迷，日后成为本港出色的影评人甚至是导演。而文艺版方面也引入了不少热爱文学的作家。耶鲁大学派过来教英文的，咁佢咪帶咗過嚟咯，咁就認識咗新文化咯。喂，總之我哋見到有啲乜嘢新嘅嘢，我哋見到有啲咩覺得好中意嘅嚇，值得介紹嘅，我哋就等落去咯。咁同埋你做編輯，你係逼住要睇好多書，睇好多雜誌，有咩新嘅你就要即刻逼過嚟。陸離做編輯嘅時候，除咗將花生漫畫引入周報之外，亦都將法國導演杜魯福嘅作品介紹俾讀者。不過1967年暴動之後，周报亦都由于社会形势改变而逐渐关注社会嘅问题。即系当时咧，我哋就系希望啲读者、啲青年朋友能够系关心社会咯，就希望能够认识佢哋自己嗰个喺当时嘅处境。咁我哋咧就尽量唔鼓励佢哋系去过分呢、这个激
即係激烈去參與行動。經過幾次大型群眾運動之後，港英政府決定投放多啲資源搞青少年活動，而當社會日益富庶，青年有更多嘅消閒活動，在此消彼長之下，中國學生周報讀者減少，終於在1974年停刊。不過它的影響力並沒有因而消失。中國學生周報肯定對我今天仲係有影響的，譬如關心社會發生緊嘅事情啦，譬如七一，咁類似呢啲咧，因為我係唔敢上街示威啦，咁所以就最近咧就係、是、學識透過個網去表達意見。陸黎話：早兩年佢未識上網嘅時候，曾經為咗政府計劃更改身份證嘅寫法而花錢登廣告抗議。學識電腦之後，他就在網上以日誌的方式批評時弊，希望透過科技的更新重拾當年周報的精神，引起其他人參與討論，就好像他當年辦周報一樣。這份堅持了22年的刊物曾經和香港一起成長，今天在網上重生，希望能夠繼續薰陶下一代。懷舊到底，和大家一起欣賞水彩畫家曾景文的廣告畫，都是60年代香港的風貌。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拜拜。